女星陈意涵与导演男友许富祥拍拖一年，上个月被引到腹部微凸开箱，不过当时就否认。而今日传出陈意涵不但同男友许富祥准备登记结婚，而且话已经怀胎三个月，真喜双喜临门。不过陈意涵经理人王月彤就话未收到消息，但戏就承认陈意涵最近的确休息中。而燕燕陈意涵系微博承认有喜留言，吼都计划好情人节领证完就要告诉你们的，被抢先一步了，有一种自己的礼物被别人先打开的感觉，哈哈，好险礼物还是我。但不论如何，一切都是美好且珍惜的。是的，人生下一篇章就这样开启了。谢谢你们的祝福，我很幸福哦。上载短片，喜画一家三口，画好有爱呀。